惊讶的生物还有物品。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位幸运儿，两名外国男子在潜水的时候却意外发现了宝藏。视频中的男子在和朋友去潜水的时候，竟然意外发现了有一座沉船，接着就跟朋友一起游了过去。在沉船里，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宝箱，并且在一起的还有很多的货币、金银珠宝首饰、一些值钱的物品。这一下子就让两兄弟懵了，这算是天上掉馅饼不？接着在上岸后，他们进行了统计，发现自己一共打捞上来4000多货币，还有92块金砖，还有一些珠宝，重量一共可以达到50吨。这两位男子也因此摇身一变变成了亿万富翁。不过很快他们打捞的消息就在当地传开，相关的部门在听到消息后也追缴了他们30%的意外税。男子也并没有拒绝，即便是交了，自己也还有很多钱。小伙伴们在看到后觉得男子该交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，喜欢我，关注我，爱你。